我就是范振光辉的男人。想问问你们能不能安静？好帅。你看看你坐的这里舒不舒服，会不会很多方便？舒服。希望我卑微一点，是不是？跪在那里。只喜欢我单膝跪在这里。殿下。月里青山淡如画，这个作品很特殊，讲中国的匠人精神，讲中国的机制美学。书画修复的过程都非常严谨。多少年后再找书画班，这样会准确一点。我们也会请来自故宫博物院的老师，包括苏州当地的老师，这样的手搓的，一块儿作为我们的顾问团体。实地选景的话，因为我们整个故事里有一些古今对撞的设置。所以选择苏州，它本身的古文化还是保留得十分好。让我印象比较深的呢，比如说我们特意搭了一个专门伸展宣纸的这样一个造纸工坊。这个小屋也太好了吧！他们做宣纸的这个过程，特别有意境之美，而且呢，同时间还充满了爱意。秦志远的工作室叫绿心斋。这个修复室最大的特点就是这么一个大红修复桌，这个代表的是一个修复的最高规格。我们真的希望现在都市我们能看到一个不一样的古人，把青春的这种悸动和文化传承能够融为一体，传到观众的眼前。